ったろHello， 大家晚安。前面都是熟面孔，只有中间这两桌是熟面孔。你们第一次来吗？对，外地的，欢迎你们来铁花。好，铁花村今天的演出叫做《唱作俱佳》，《唱作俱佳》是铁花村所有铁花村演出里面最没有形式的一种。基本上，你有准备好，你想要唱歌或你想要演奏，我们提供舞台。提供这个空间、时间，我们专业的老师帮忙这边做灯光音响，所以礼拜三的演出不像四五六日的，它都会有两个 set 或一个 set 坐满的一个 full band 或者是单独个人的演出。不过今天的演出因为没有形式，所以比较自由。那我们很欢迎。我今天看到我侄儿来，很高兴，因为我看到他，我就知道那个期中考考完了。对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考得怎么样？还不错了，他敢跟我讲还不错，我就敢让他上来唱歌。那铁花村明天开始都非常的很嗨咖，明天是张璇，后天是董运昌老师，吉他演奏非常棒，然后汤姆哈克，然后再来是汤姆哈克，汤姆哈克是角头音乐的出的一张两个很有意思的男人，跟我一样唱歌唱了好很久，应该唱二十来年了，然后出了一张专辑，他们在花莲，他们的歌很有味道，很有意思。然后下个礼拜有很早期的民歌手叫王心莲，往天涯的尽头单飞，漂泊的心停留在基隆港。他跟郑华君，可能郑华君大家比较熟，因为王心莲他比较常唱的是合音，他做过一张很有名的专辑合集，叫做《快乐天堂》。我说你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王老师很难得答应要来演出。然后再来就是会让很多人疯狂的，这是干妹妹，刚认识的干妹妹，要不要不来替她？值班，值得好，好，那今天通常都是我开场，不过我今天有点想，我想要等那个我的另外一半，虽然他今天不能唱歌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想要让我们家那个小侄儿上来，同学们，上来吧。好。他是对啊，你们不是二人组吗？负责二的二。这两位，这两位到底要上来？你哦，是妹妹啊，对不起。妹妹，不是我。哦，不是你啊。下礼拜。下礼拜啊。这礼拜被他抢走、啊、真的吗？那我要讲什么呢？活该。好的。他们是高中生，那我非常的希望这样的孩子能够多来，前提是功课要搞好，我很在意这个。那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多来，然后能够多花时间在这个上面，这样的一个场地上面。若他们喜欢，他们肯花时间，啊，他们就少了那些时间跟精力去外面玩耍，是吧？这是我对铁花很大的一个期许跟认同。那好，我们今天的演出正式开始，我们就先请那个二人组。因为后面没有什么人签名，所以呢，你们可以慢慢唱，唱别的调再来唱。好，那我们先给那个，我们到底叫什么二人组？
啊，走音二人组，哦，好，好，我们先给我位掌声鼓励。